耶、yeah, ！今天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叫做富山县，然后我们在富山县的这个高冈这个地方。来这边的话，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明天想去一下就是黑布立山，然后第一天晚上先来这边住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呢，假如第一天来富山县的话，来安排个一日游可以去哪些地方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富山县位在中部地区的北侧，高冈市则是哆啦 A 梦的作者藤子 F 不二雄的故乡，因此在高冈美术馆中有个藤子 F 不二雄故里美术馆，有点类似常设展的方式，里头展出作者的生平简介及作品，还有从未公开的动画。可惜里头完全不能拍照摄影，所以只好给大家看看周边，还有最早期复刻版的哆啦 A 梦呢。Yeah, 现在是我们的午餐时间，然后刚刚看了一下，就是导览手册有特别提到这家乌龙面好像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们就一起进去吃吧。菜单很简单，乌龙面看要吃汤面还是冷面，或者是咖喱乌龙，然后选上自己喜欢的炸物，热汤跟海带芽及葱花都是依照自己个人喜好加入，而手工的乌龙面条真的跟一般连锁店不一样。粗细不一 ，Q 弹好吃。吃饱喝足后，我们散步至附近的高冈古城公园，底头除了小桥流水，还有个涉水神社，另外还有个免费的小动物园，以及高冈城的遗址，非常适合来个午后散步。水仙，每个城市都有吗？不一定。这样泡啊、喔，嗯，整张烂掉。有有有，出现了出现了，好像已经有那个写它是什么了，是不是？大吉耶！哦，我觉得我一定是凶，就不用泡了。嗯。日本三大佛，来到高冈市观光的话，不能错过了还有这个我身后的大佛。然后它在高冈车站附近而已，走路大概3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。然后这个大佛呢是日本三大佛之一。那所谓的三大佛呢，就是比较有名的镰仓大佛，然后还有奈良的东大寺大佛，还有我身后这一座高冈大佛。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。这边有12生肖的钟，然后每个钟的声音不一样。那现在听，哎，它其实有写有每一个什么双调，还有什么的沙盘射。那我这属蛇的，哎呀，叫暴露年龄，属蛇的，蛇是这个，
双调敲一下。那每一个声调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在弹小蜜蜂吗？是吗？哆来咪发，这怎么就不对了？那我现在位置呢，叫高冈车站前面的这个哆啦 A 梦散步道。那哆啦 A 梦散步道为什么要设在这边呢？主要是因为刚刚提到，就是这边是作者的故乡，所以这边有多多少少有一些就是跟哆啦 A 梦有关的景点，对，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哦。由于附近没有停车场，建议可以跟我们一样，在高冈车站转车时顺道过来即可哦。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高冈线的路面电车，它叫做万叶线。所以要是自助旅行的朋友呢，就可以搭车先到高冈站，然后就可以转车出来搭这个路面电车。不过因为这个路面电车哆啦 A 梦的造型呢，一个小时只有一班车，所以先在网络上查好时刻表，才不会错过哦。那我们现在就上车吧。它就在这个哆啦 A 梦的路面电车里面了，然后它这个电车真的非常可爱，以及它连哆啦 A 梦就有戴上口罩，然后从它整个设计啊，到那个手柄握的地方啊，都有哆啦 A 梦的存在。然后刚刚还有看到就是哆啦 A 梦就是身高的一个比例尺，真的是非常值得来搭乘一下。然后另外的话，它有提供就是路面电车跟美术馆的套票，对，所以要来观光的话，其实可以买套票会比较划算一点。除了美术馆、散步道、专属的路面电车之外，这个高冈童话之森公园也藏了哆啦 A 梦在里面哦。耶、yeah, ，出发！哇，超好玩的！哇，去哪里？讲到哆啦 A 梦，最经典的博物馆莫非于位于关东川崎的藤子 F 不二雄博物馆，在那里也有经典的空地之外，其次就是高冈这里啦。有机会不妨也来走走。我们来到下一个景点，这其实不算景点，就是我私人的休息行程。对，这边是富山的环水公园，然后这身后呢就是一家非常漂亮的星巴克。我觉得这边还不错啦，就是整个景色是很美的，就是你可以喝咖啡，然后看着整个环水公园的景色，真的相当优美。而且我觉得这家星巴克的设计呢，它就整个透明的落地窗户就是非常的漂亮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边。环水公园相当宽广，除了喝咖啡、欣赏美景之外，对艺术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顺道至附近的富山县美术馆，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今晚在富山市区就是住的饭店，然后这家饭店是去年2020年刚开幕的，它是连锁的，就是台湾大和，就是不动产旗下的连锁大饭店。那会选这家原因纯粹是因为早餐蛮推荐的，然后饭店很新，我就是喜欢住新饭店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那富山有名的话是它的黑酱油拉面，然后我富山的同事呢也很推荐。那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。讲到富山美食，除了白虾之外，比较有名的还有这里的黑拉面，也就是所谓的黑酱油的汤底。我们来到一家位在车站商店街内的专卖店大喜。
叉烧是比较偏瘦一点，是不是？是吗？瘦肉，瘦肉，对吧？然后面是比较硬一点，对不对？面比较偏硬的。那这段时间很好吃。这是什么？他说你眼睛这么大是很好吃。超神。看来这款黑拉面应该是不能直接食用啊。回到饭店休息啦。那我现在在位置是饭店的一个 lounge， 就是它的大厅 lobby。那刚刚吃的这个富山限定的，就是算是朋友推荐的名产，就是黑酱油拉面。但我自己觉得就是蛮看个人口味的。后来我朋友又跟我说，对他觉得有点咸，就是要看人。那他们有个吃法是会叫白饭跟生鸡蛋，然后等于说拉面像是配菜，然后白饭才是主食，吃起来才不会那么咸。那接下来就是我比较期待的宵夜时间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刚刚在便利商店买了些什么。第一个是我很期待的这个，大家知道无花果吗？我第一次看到无花果做成酒，而且它用的就是富山的这个泉水北路限定的这个无花果酒精饮料，感觉很期待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富山县这边的白虾，这是白天虾的米果，就刚好可以当作下酒菜。然后另外两样呢，应该不是富山限定的，但是这个是限定复刻的柠檬苏打，对，这感觉蛮好喝的。然后最后就是明天旅游要带去喝的这个红茶花砖。然后第一次看到无糖的版本，不知道台湾有没有。那待会就要回房间跟朋友玩 Switch， 然后再准备一下明天的行程。那我们明天要去就是我期待已久的黑布里山。如果不想错过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分享，然后也别忘了 follow 我的 IG， 在那边会有更多我的旅游生活记录，还有生活的点点滴滴哦。那我是 Nick， 我们下次见。